这个地方看起来像是你的主场，我们还是先找线索吧。这不就是线索吗？他都写了，但前面这些是什么，我不知道。帅，这里没有这些成分啊，但这几个元素加起来。 眼泪，眼泪，要掉眼泪。这个简单。啊，这个。这可以。你没听说过，袁慧哭是天生的吗？你行吗？我不行。一个男人怎么能轻易的说不行？ 不行就是不行吧，你打我也不行啊。盯着我，眼睛不要眨。他们说，就这么对视10秒以上就会爱上对方。那都是骗人的，没有医学依据。来了，完成任务。 是钻，哎，是我们俩，你跑什么啊你？拿到试卷了。啊！哎哎哎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 恭喜你们逃脱了巡逻人的追捕，找到了试卷。但是，你们还必须接受最后一个挑战。什么挑战？需要第一队找到试卷的男女，在镜头前 kiss 10秒钟，才能解除机关。啊！不行，这游戏设置有问题啊！对啊，拿到试卷和 kiss 有什么关系啊？ 哎呀，都出来玩了，咱们得遵守这个游戏规则。别，我也觉得这样不好。出来玩游戏就遵守规则，好不好？要么就大家不要，都不要出去。要不然借位吧，借位行。借位。所以说，如果我们不亲的话，就不放我们出去，是吧？恭喜你答对了。 来吧！哎哎，戒备啊！哎，够了，时间到了，放开我姑姑，可以了吧？ 不好意思啊，刚刚计时器忘开了。你们俩继续啊。
不是，你是被收买了你。规则吗？一瞬间，想连同怦然心动的跳跃，不自觉也驻足在你的视线和世界，为谁绽放笑颜，在谁脑海转圈一遍遍。小李啊，你看咱们都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了，加微信呗。战不战壕的我不知道，但是啊，我们店还缺一个打包苦力。行，有事找我啊。佳儿，哎，今天玩这么开心，咱吃个饭吧。哦，我们就不吃了，我们还要回店里去盘货。走吧。啊，来给我去姑姑。人都走了别看了。哎，不过啊，你吻技倒是挺好的。哎，多少钱？